潮也降了，咱就准备进里边。月亮，月亮出来了。啥呀？八爪鱼，八爪鱼，八爪鱼。哪儿？你是个人才，我估计这块石头底下应该都有。走，往前。你再翻腾翻腾啊！走。来，一个毛蛤。这。昨天那一块挺多的，正好没那头大，好像。这仔细找，摸一下，哥。嗯，我刚看见了一个爪，缩回去了。啥爪啊，螃蟹？好像是个八爪鱼。你说我是把它挪起来啊，还是？挪不动估计。哎呦，我不敢下手。你在里面摸。啊！就是一个。能摸着吗？那我给你把它翻腾过来。你瞧，腿出来断了。哎呦我天！有。哎，我说怎么断了一条腿儿？后面还有一个，那个把这个腿儿给吃了。不是，跑哪去了？刚才是一个，就在那头。看看。对，扎熟了，有。喷沫，这么大，把这轮胎就放这儿。明天我在想，你要不要给我轮胎放一下？底下还有没有？来换一下人，你给我放一下轮胎。来，底下还有吗？搬得动不？不行，这底下吸着呢。不行。走，往里。嘎吧，白杆儿，花杆儿，白杆儿，花杆儿，花杆儿，嘿嘿，这一个海螺，啥？这个海螺，哪都是泥，看 ，OK， 这底下有货，我搬不动了。你得了吧你，哎、你得了，走，按里边走。混水摸螺。这刚海钓回来，真羡慕呀！最近海钓的人特别多。大家看远处那个波光粼粼那个红色的哈，那全是养牡蛎，养的牡蛎用的那种红色的浮子。我就爱吃这个。还有腊螺。腊螺儿不要，腊螺没这个个头大。得了，不要动。发现了一个，这个个头应该不小，这毛梗长得和个心一样。哇！这么大这个头儿，啊，和鸭蛋大小一样，和我的手比还是差点。来，啥呀？发烧！我的天哪，你是个嘛情况？这个还比较汹涌，一直往前跑。现在就退潮在这儿呢，一会儿就跑石头了。咦，滋水！别跑了，回家一顿大爆头。我今天捡了四个，算不算大丰收？完美。好的，二哥，走到前面去了。咱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小妮也去前面溜达溜达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。